它总共只有五个红色啊。小杰，他腼腆可爱啊。北极比较干净清纯。付出的多，勒索，哎，勒索，哎，马上破音。但我破他记录，我就说我比较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普洋，我来参加 Vido 的快问快答挑战 ，Go fast！ 黄色，其他水母色。他总共只有五个红色啊。哦，欸，其实蛮有力的，蛮有力的。嗯，好。好，来，夏普洋的快问快答开始。那个阳光活泼，帅气，赞。好，赞，好。眼睛，因为我自带眼线。腹肌有啊。来看我们公演就看得到。好。不会一个，演戏。三，天童。开吻戏哦，教练，小杰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天丑吗？为什么想被小杰啊？嗯，他腼腆可爱啊。哦，他是你的菜就对了。没有，我跟他应该蛮像的吧。演戏唱歌。唱歌不是因为演戏可以练习，唱歌就是你只能把自己的天赋做到最好。那你要现在唱什么？付出的多，勒索，勒索，马上破音。虎洋唱歌其实是这样的。沙漠唯一的狼，其实在独坐。唱歌。每天看我妈跟我爸做，应该多少会一点。没有，但是就是草类的都会。要帮忙家里的。我们家在温州街22巷糊涂面。来了来了。下厨。哈哈哈哈有啊，我丢出去，垒球专长的学长都密我说，你在搞什么？你丢成这样子。全明星，哇，全明星吗？全明星比较累。以上你都对。好，等一下，来，我抢救一下。这个比较好吗？每一次都要拉一次吗？对，每一次他都拉。好。红色。为什么会选红色？因为很帅啊。但是我最近穿蓝色，因为比较不显黑。有打中。还有你，哇，他就是超级拼命，然后帅气，然后超级强，神的等级。他是你最想超越的对象。对，但是也是最遥不可及的对象。突破。跳远跳高。夏普洋，奋勇冲刺！我不太满意。没有，他一直期待我可以破他记录。这一跳连起来！6006再刷新大会记录，把大会记录推向了6米以上。我没有破他记录，不敢去找他。没有，他就说，听说有学弟可以破我记录哦，然后我都不敢找他，等破记录再去找他。学长，我破你记录了，想想都爽。我一定，你可以看我比赛，我一定会跟场地敬礼。红色，加一。
飞机。为什么它是飞机？就是比较干净清纯。没有啦，因为林香是我本来就认识啊，对，然后对，因为不认识，飞机也不认识。但斐奇好像比我小，天宠不是都？我发现，好，没事，没有，我发现上面很难打，我把它打下来之后就可以打下面。好，继续。这么快？好，长发。再讲一次。啊，如果都不喜欢可以吗？20秒，嗯，好了，大眼。好，那理想型的概念。理想型哦，清纯可爱时尚。等下失败怎么办？你们刚没有讲失败怎么办？没有。不太会。我会看我的 IG 的网友留言呐、啊。那 D 卡的不太看，其他的都会看。台湾失败会怎样？来，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小炒鸡翅。好。这样会被光。好黑哦！这样我担心我之后的射击项目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我会好好练习，到时候看我的表现。如果表现不好，请拿这个出来笑我。